大家辛苦一下，加个班吧。不是吧，又加班？个班加不了一点。突发情况，大家辛苦一下。终于做完，收工。做得好，这是给效率最高员工的奖励。不行，校长，我们今天就要早点。早点投胎是吗？好啊，阿尔法 boss， 我为员工心里真不公平。等等吧，可能你下班了。你们嘀嘀咕咕什么呢？校长，你挣好多钱哦。我挣多少关你什么事儿？为什么我们累死累活挣这么点？对，怎么不分我们一块丢？可以啊，我把房贷车贷分给你们。阿尔法 boss。我为员工心里。校长，帮我把东西做好了。做得不错，值得表扬。是啊，校长。我草稿都打了几百遍了，能不能请我吃？浪费我这么多纸，赐我一脚。阿尔法 boss， 我为员工心里。可以下班了。下班了，发什么呆？没什么，就沉船了，有点走神。这么喜欢这角色，我送你呗。真的吗，校长？中场收工。阿尔法 boss， 我为员工心里。校长，快看，这些人爬山居然教父抬上去。没错，这是教父的工作。有手有脚的，不能自己爬吗？那又怎样？你长了嘴也没见得你说人话呀。Alpha Boss， 点亮智慧人生。秀总，这个公司说我们图片侵权。这是我的自拍，怎么成他的了？联系他。哎，秀总，他们还让我们自主赔偿，这简直是放他的屁！这简直又是危言耸听。Alpha Boss， 点亮智慧人生。这个没啥好吃啊，你们要吃吗？这种东西你也喜欢啊？人家好心好意，你们别扫兴。我就随口说说啊，是玻璃。风油精喝多了，净说风凉话。Alpha Boss， 点亮智慧人生。